孩吓得哇哇大哭。行驶中的台北捷运文湖线列车在花莲发生规模 6.1 强震后立刻停驶，其他路线工作人员忙着指挥疏散所有旅客。原本挤满人的车厢和车站月台立刻变得空荡荡，一疏散完毕，北捷全线出入口也立刻拉下铁门，全面进行安全检测。捷运站外头挤满大批民众，很多人更是到了现场才知道搭不了捷运，现在没办法搭捷运，然后计程车也来不到，公车部分好像等不太到，是有一点，但是是可以体谅。捷运这一停，从下午1:01到2:30，整整90分钟，改搭公车的人则把公车月台全部挤爆，就算等到公车也挤到不一定上得了车。台北市交通呈现大混乱，但不止捷运，高速行驶的高铁列车也直接停驶，确认安全无虞后才重新发车。台铁也立刻进行部分路段巡查。一场地震让三铁都进入警备状态，虽然交通一度停摆，所幸没有传出重大灾情。三立新闻王大峰、周凯台北报道。